大家好，我是 HiFi 音响视听空间版编辑曾立。今日我哋嘅主题就系，其实想大家睇下 Dolby Vision 同埋 HDR 10喺现阶段最明显嘅分别。咁左边嗰部就系一部支援 Dolby Vision 嘅 OLED TV， 右边嗰部就系部只系支援 HDR 10嘅 OLED TV。两部电视机都已经经过Color Management 嘅调校，喺准确度上面最接近标准噶啦。两部电视机用咗相同嘅 player 播放机，两条相同嘅 HDMI 线，两张 4K UHD Dolby Vision 嘅碟片。咁如果有 Dolby Vision 嘅电视就会 Auto Detect 系 Dolby Vision 啦，如果冇就会Detect 系 HDR 10嘅信号嘅。咁我哋最主要见到其实都系颜色嘅分别。咁系喺呢个画面见唔到，其实就系右边嗰部嘅光位系冇爆嘅，左边嗰部嘅暗位咧其实系比较结实，冇浮起嘅。咁两款电视机嘅最主要嘅分别其实就是来自颜色